on the shelf very wide, but 7, 9, 6, 8, oh, hard to shove. 那这边我听要说，9、7、8、6的这种牌很难推出来。那这确实他这一段时间里牌力是非常弱的。那这边我们看见冲冲秀那勾9的牌跟住了5万的积分牌。那这里 hijack 位 Kuznetsov 选择 K8 跟住了。那这边 cut off 位我们看见 pull far 拿了个 AK。那他马上选择直接加注到23万的积分牌。那这个加注会让对方都没有牌力跟注，然后呢顺利的拿下底池。那我们看见 Paul Fua 在这个系列里表现非常不错，他又拿了一个第二，又拿了一个第三名。然后希望就是在这个比赛中可以看见他再次打入前圈。这边 Kuznetsov 不会放弃一对九的牌，他在这里选择跟注了5万积分牌。那 Paul Fua 在这里 hijack 位拿到圈勾，那这边 Viking Young 拿到的是勾九的牌，也选择了跟注。然后 Flink 在庄家位选择过牌，四位玩家进入翻牌后，在这边发出来的是 AA 7的面。在这里我们看见 Kuznetsov 的一对九，现在是领先的。那这里他马上选择下注65000。那在前面位跟注的玩家作为 Kuznetsov， 他在这边可以表达有一些手上有可能有 A 的这种结构的牌。那这里 Flink 中了一对七，也没有放弃，选择跟注。那这边两位玩家的牌力都是两对，这里 Kuznetsov 的牌是 AA 997的 T 角，然后呢 Flink 在这边拿到的是 AA 77勾的 T 角。那有些玩家有些观众朋友们问 Ivan 6在哪里，他一对 K 输给 Paul Fua 的一对圈，在翻牌前两位玩家是推 all in 的。那这边我们看见 Kuznetsov 在转牌过牌给庄家位的 Flink， 然后这边看见 Flink 下注13万的积分牌，让 Kuznetsov 弃牌了。
good spot. Cut off with a flink, 拿到勾八的牌，加注到十五万的积分牌。那我们看见庄家位这里冲冲秀，选择了用 A 圈跟注。那这里是圈十七的面，在这边我们看见冲冲秀马上中了顶对，而这里 flink 它是可以买卡顺。这边 Flink 选择领导了十四万的积分牌。然后 Chong Chong Seal 选择跟注。这里来了一个勾，加强了 Flink 的牌力。他这边现在是有一对勾，然后呢还是可以买顺的机会。那在这边 Flink 他会考虑自己应该不是牌力领先的玩家。No fun. Yeah, but you're running like a riff. I mean, no limit tournament would be even worse for you. You couldn't even limp, you know. You would be just sitting there folding always. Here I get some play.现在 Flink 已经思考了超过一分钟，选择了过牌。两位玩家过牌，在这边出来一张六，那并没有改变任何牌力。在这里 Flink 他是手持的一对勾，两位玩家都有过牌。在这边 Chong Chong Seal 顺利的用顶对拿下了底池。那这是给大家带来的传奇扑克在济州岛最后一个赛事，然后呢，这个赛事是100万港币买入的短牌。那经过37手买入，现在我们现在现场可以看见还剩六位玩家，然后呢是四位玩家的奖圈，那这里还要淘汰两位玩家才会有奖金可以拿。那这里 Viking On 选择拿19的牌，打了 All In 41万的积分牌。那非常不幸，这里 Hijack Way 我们看见 Flink 手持的是一对勾，这对勾是拿了很多 Viking On 的出路，这边他少了很多 Outs。在大家都弃牌的情况下，我们看见这两位玩家进入翻牌后那 Y King 当然希望对方手上什么 AK K 圈 A 圈的这种牌，而不是勾勾。
那这里发出来的是 K76 的牌，这边呢我们看见 Viking Young 需要任何八就能拿到他的卡顺，那这样可以让他赢下底池。啊，这个转牌是个十，这边给 Viking 现在带来了多了五张的 outs， 任何九、任何十可以拿下赢底池。那这河牌并没有发出，这里不幸的我们 Viking Young 是在第六名的排名被淘汰了。这边他现在是出局，我们进入泡沫状态，现在是五位玩家，然后呢现在第五名出局的玩家是没有奖金拿的，然后呢剩下的四位都有。那这是这个比赛可以拿到的奖杯，也是非常漂亮的传奇扑克的 logo 做成的。那这里我们看见 Flink 在枪口加一的位置拿到 K 圈的牌，选择直接加度出到14万的积分牌，然后呢这边取差了 Kuznetsov 在庄家位手持的是 K9 同花的牌。那选择跟注，那当然就是选择可以买顺买花的这种结构的牌，是一般玩家都会选择去玩的。那我们看见这里166的面，这边 Flink 选择过牌给去巧了，两位玩家都过牌。那这转牌出来一个9，这边马上看见 Kuznetsov 的牌力是有超越了 Flink。继续 Flink 选择过牌，那 Kuznetsov 在这边应该会选择下注。这里第一他是需要保护自己一下自己的两对9966 K 的踢脚，因为现在这个面上出来了更多的 outs， 那他在这边选择控制，然后呢就做了一个过牌。这个河牌出来没有改变任何牌力，这边我们看见 Flink 他手持的是 K 圈 High， 就一对带的是 K 圈10的 Kick Up。 两位玩家选择过牌，那我们觉得这些职业玩家做的非常好的是控制的这种行为，我们看见长牌中短牌中都有看见他们做控制非常厉害的。这边枪口位 Flink 现在拿到的一对九。那出差了，在这边也选择50000跟牌，然后破发过牌。那这个翻牌我们看见这里 Kuznetsov 马上中了顶对和底对，那这个面比较湿，现在这个面上可以看见有买顺跟买花的面。那这里三位玩家都选择过牌，这转牌出来一个10，
这里 Kuznetsov 变成是 KK 实施两队加上八的踢脚，那三位玩家继续过牌，那这河牌出来一个勾，三位玩家再次选择过牌，那这里看见 Kuznetsov 顺利了赢下底池两队。Slow play. Scale of set. Slow play. No, sometimes good things happen. Yeah. 这个游戏大家可以看出跟长牌打得非常不一样。这边长牌在这种情况下Kuznetsov 是会下注的，但是他在这边选择了过牌。第一，他可以隐藏牌力，然后呢在这边他也觉得对方是没有支付的情况下，然后应该也没有再买顺或者买花，因为他猜对方是如果买花买顺都会下注，他就选择了三次过牌。这里枪口加一位的 Rakimov 拿到 A 圈的牌，加注到175000。这边 Pot Flop Cut Off 位拿到了一对十，他的积分牌跟 Rakimov 下差的不多，选择跟注。那这里发出来的是976的面，这边我们看见 Pot Flop 是可以买顺，任何八可以给他带来他需要的卡顺，当然他现在一对十还是领先的。这里 Rakimov 过牌给 Pot Flop， 这里下注了210000的积分牌，顺利拿下底池。那现在进入泡沫阶段，我们看见这些玩家也会打得比较谨慎小心，然后他们会做更多的控制。这里枪口位 Rakimov 跟住了50000的积分牌，利用 A8 同花的牌，这边 Kuznetsov 拿到了 K 圈。加注到200000的积分牌，这里我们看见枪口位的 Kuznetsov 在这边跟住了50000的积分牌，那长虫秀在 cut off 位也选择跟住50000，这庄家位的
Rakimov 拿到了 AK 组合的牌。那他在这里面对泡沫期间，那有些玩家在这边会选择直接 all in。那这里 Rakimov 会做同样的选择吗？确实选择全压 all in 145万的积分牌，顺利拿下底池。这里 Flink 选择用 K 勾同花的牌加注到150000的积分牌，然后我们看见这里 Kuznetsov 在庄家位也是最优势的位置，拿到了 A 圈。这边他选择跟注，面对前面加注的玩家，他在这里并没有做再次加注，他只选择了控制跟注。那这个面我们看见是 K19 的面，在这里 Flink 他是中了顶对，可以买卡顺，然后呢这边 Kuznetsov 他也是可以买卡顺。选择这边 Flink 下注了150000的积分牌，现在 Action 到了庄家位的 Kuznetsov。 他在这边选择了跟注，那这个转牌带来一个八。这里呢 Flink 他是现在是买两头顺，然后他还有梅花的 outs， 在这边他选择了过牌。我们看见 Flink 在这边这牌力挺强的情况下，还是选择继续控制，因为他这里下注被对方加注的话是非常难受的一个情况，这边他会选择过牌，然后呢是跟注的。那这里经过 Flink 的过牌，我们看见 Kuznetsov 出场了，这里下了一个大注，他在这里面几乎下了一个满池的注，下了550000的积分牌。给了对方很大的压力。但是我们看见 Flink 在这边他的牌力是非常强的，也有很多合牌可以帮助他。那他在这边会考虑到现在 Kuznetsov 手上的牌力应该是比他强了吗？那我们看见这边屈翘了也是一个在泡沫期间很会给对方压力的一个玩家。
打得好的玩家一般在这种期间他们都懂得怎么去给对方压力。那有些玩家们会在这边考虑，如果他在这个转牌跟住的话，是不是合牌需要面对一个全压 all in 呢？现在我们 Flink 很难受的，已经经过快两分钟的考虑时间。哇，现在每个打得很紧，要进不了，我现在一打大了，妈的，哦，对呀，麻烦死了，连着烦死了。那在这顶对很多 outs 的情况下，这边 Flink 总算做了一个 call 的决定。那这个和牌发出来是个十，那这边 Flink 马上过牌了。如果这里 Kuznetsov 继续给对方压力的话，这边 Flink 是很难受的。那现在 Kuznetsov 会考虑一些 Flink 手上的组合，他会感觉得到他可不可以投下这个底池呢？他对这个底池暂时并没有放弃。那最后选择了过牌，他看见的坏消息就是对方是 K 勾的牌，应该在合牌是有可能可以推，可以偷下底池的，但是他并没有下注。这里看见 Flink 赢下了一个177万的底池的 pot。那这里枪口位，我们看见 Flink 加注到14万的积分牌。对，可以做 chip。This is not chip nine seven. Seven eight maybe this time. Yeah. A bit smaller. No, no, no. Bigger. A bigger, right? Bigger. 130. 130 was before. But now maybe this is not 7-9. Now 8-9.It was 20k ante, right? So 6.5 ante is raised with 7-9.
那这里我们看一下积分排的排行表，这边 Robert Flick 现在看见刚才赢下非常大的一个底池，现在前注为132个，然后呢也是远远在这桌上积分排领先者，然后接下来的四位玩家都积分排差的都不多，都是处于在50个前注到66个中间，现在我们前注是36000。那观众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过15分钟马上回来，现在给大家带来一些精彩的牌局，待会儿见。这里大家都手持不错的牌，这边 Queen 他选择 fold 掉了 A10， 然后现在 Action 回到 Ivan 6，在两位玩家都 all in 的情况下，他选择用 A 圈同化 call 了。Yes。现在我们是三位玩家，可以看看圈和 K 的踢脚是否能击中，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已经场上除了 A 圈和 AK 之外还有一份 A10， 那么应该没有暴露的牌中只剩下一张 Ace， 那么翻牌是很难击中 Ace 了。是，现在 Pofa 要躲过的是圈跟 K。 你呢？ I love you Quick pop this Very easy。那这个面不错，这些都是小牌啊，669的面对 Pofa 非常好。依然没有改变局面，看看我们的 Pofa 能不能撑过最后一条街。啊，顺利的积分牌翻倍了，翻了3倍，对，他这里是翻了3倍，所以看见他从80000打到了240000。同时我们的 Migita Fish 2013也这是一副在短盘里面很好的牌，这边 Queen 他选择 All In 全压了135000的积分牌。60多个前注，选择用狗屎同色全压，试图去啊，这里王佐应该是要跟住了。可以看到两个玩家几乎是处于个五五开。Oh yeah, maybe. I want your hand. No. 我跟他一模一样，一模一样。I like this hand. Thank you. 一模一样。短牌就是要利用自己高权益的牌去不停的对撞。啊，我可以看到我们的石勾在这个翻牌面依然没有落后 AK。还是有49%的盈利。那这个转牌给他 outs 带了非常少，现在只剩4张9了。Hard to beat it. Nine. 哎呀。老外会说哎呀，还有投机。
哎，他们说这些中文的时候会显得语气非常的可爱。哎呀，哎呀，都这么厉害。即使是六十个前柱，他也会盖掉他的 A 圈。他就一点点，他就六十个，十几万吧，六十个 BB 呢，很多了。啊，这里又是一手十勾和 AK 的对撞，我们的王佐又是拿到了 AK。面对前置位 Fish 的十勾的 All In。啊，这里 AK。A9。跟住了。啊，也直接 All In。Queen 酒吧的牌也打了个 All In， 我们这个短牌。有好多的 action， 对，几乎每手都有玩家们打 all in。对，因为酒吧的确是九八九十勾这三手牌，面对 AK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好，特别是在游戏这样三人底池的情况下，可以看到我们目前三位玩家是分别差不多有30%的赢率，十勾和 AK 是超过30%，酒吧是有29%。就赔率而言，九八也是已经足够。那这里发出来是 A 圈勾的面，在这边呢，暂时王佐 AK 是领先的，他是不是可以200 AK 都 hold 住呢 ？Jason is rebuy。Oh, we'll see about that. We'll see about that. 那这边我们看见现在 Queen 多了几个 out， 任何七在这边是可以给他顺。然后呢 ，Makita 需要看见的是 K 跟勾。还有九张 out。哦，啊，并没有发出来。这边看见王佐又再次 AK 顶住了，而且是收下了两家底池。什么小牌的嘛？对啊。那这一般就是比较难见，就是 AK 在。那我看见这马来西亚的几位玩家都是广东话厉害，国语也会说，英文也会说。对，输了也可以再买。啊，这里枪口位。Viking 一样，杨公子在这边跟住4000的积分牌。所以说，在跑全世界各地打比赛，语言也是蛮重要的。你说的会说的语言越多，跟各位牌手以及一些赛事方交流起来更加方便，也会为你得到更多的朋友。啊，这边我们看见 Viking 一样中了3条10。在这里他继续下注了7000的积分牌，然后 Ivan 六在这边是底对。这里没有任何一筹完，基本上没有。可以看到他们在讨论之前的比赛的某一手手牌，不过应该推也可以，对，扣也可以了哈。可以看到他们这些高额玩家都会倾向于去互相之间的询问，然后靠软件一些算术，多讨论讨论就能知道哪一手牌哪一种方式的处理是更加科学更加正 EV 的。闭门造车永远是没有出路的。强者都是在与人交流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强大。下来不得两把，我小盲那个大盲，60。
在今天刚刚结束的传奇扑克超高额买入豪客赛的主赛200万港币买入的长牌中，我们最后是 Adams 是赢下了比赛，我们的 Brian Kenny 是拿下了亚军。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本场比赛买入4手的 Derek Peters 终于是回本了，对，有盈利15万港币。对，可以看到他也是对自己的牌技非常自信，一次次的加入游戏，他终于果然还是得到了一个收益。目前我们看到我们的破发在 turn 上是直接击中了葫芦，但是他不知道的是遭遇他的是我们 Chutella 的 K High 的一个同花啊，在这个后手应该两个玩家是会可能打光。That is in. Comes that in? No. Friendly match. 啊，那最后合牌的这张方片反而是救了他，因为目前场，我们的牌面上是单张橙花。那么他知道他的葫芦可能是小了。如果我们的 Chutella 刚刚是筹码塞进去了，做了一个加注的话，很可能在转牌是会打光。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爆发这个葫芦是特别难跟住了。好，观众朋友们不要忘记，这边同花是比葫芦大。就 Taylor 现在已经拿到了 second nuts， 只输一手88。可以看到，在破发心里已经想出了对手很多组能赢他的手牌范围。所以说这张合牌的方片 A 真的是，虽然他现在觉得啊不想看到这张牌，他觉得他转牌是领先，但其实从我们上帝视角可以看到，这张牌正是给他的一个巨大的保护伞。比他更不想看到这张牌的是我们的主推了啊，果然他选择了弃牌。拿到什么样的成绩，那你就收我为徒吧。但是你们平时相处的时间不会特别多，收益有限。对啊。啊，观众朋友们，欢迎回到我们直播现场。这里是100万港币买入的短牌，这是由传奇扑克为大家带来的。然后呢，这边我们看见今天是一共37手买入，然后呢，现在桌上还剩5位玩家。然后呢，如果这里是淘汰一位玩家之后，我们是进入奖金圈，所以这也是我们所谓的 bubble time 泡沫期。那这边我们看一下积分牌排行表，这边是 Robert Flink 战士
前注是132个 ，Chang Chang Siu 66个 ，Paul Fua 也是66个。然后呢，我们看见这边去掉了 Timofey Kuznetsov 是55个前注，然后呢，这边的 Forkat Rakimov 这边是52个前注。那现在是前注36000。那这个比赛是在济州神话世界度假村，然后呢，我们这边是蓝顶娱乐场，也是济州岛最大的一个娱乐场。那我们看见广告中，下一站传奇扑克为大家带来的是在黑山，那边是一共准备直播12天的赛事给大家。那我们这里奖池分配是第一名可以得到1460万的奖金，第二名是974万，第三名626万，然后呢第四名是418万。那这些挤泡沫的时候，对大家来说这 min cash 是很大的一笔钱，这奖金不错，每个比赛都这个奖池都非常大啊，这也是需要击败全世界顶级玩家才可以拿到的一些比赛的冠军。那这一周我们有看见 Jason Kuhn 赢下了两个赛事，我们看见 Timothy Adams 是我们主赛的冠军啊，这里 Bonomo 也比赛拿过了一次冠军。 Steven Tan 是100万港币买入的冠军。何必刀色，oh, not much too. Not too much. Oh, yeah. I lost a big pot to Rob. Last, one of the last ones. Go ahead. Jack, king 10-9 board. Oh. 10-8, river 10. Thank you. He bet flop. He raised pre, I call. He oh, bet yes, flop, I call. He checked turn. Oh, then it's okay. I bet big, he call. River 10. I get before. Two flops just missed. Check, check. He got king, jack. He won.But ace queen. Okay, we're back to the game. Here you can see our Chang Tong Siu in the UTG position, which is the Chang flavor, using a hand of flower chain to follow. In his back row, playing a pretty stable Rakimov.用一手 K 圈同色同样进行跟注，目前桌上几名玩家都是拥有比较平均的筹码。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我们的 Chutila 进行了一个挤压，哦，他还是选择了跟注，啊，他选择果然是喜欢选择一个挤压，明显看到了他拿一个大筹码，他挤压到了245000，并没有遭到任何的抵抗。可以看到在短牌中，在后置位进行一个松范围的高频率挤压是非常的有利可图的。Chutila 是已经掌握了这个游戏的精髓，在前置位选择用 A8O
继续跟住。好，这是一个三加的 limp 池。在这里用一手 K high 带卡顺做了一个漂移，没有得到任何的支付。Nuts. Probably no, nobody more nuts. I thought a raising. yeah, why raise me? Bubble, please play tight. What? 可以看到在泡沫期大家都玩的比较谨慎，啊，这个时候正是松胸的玩家可以利用的时候。Oh, not for me. Chantong Siu 在这里是选择跟住他的 A 十杂色，庄位选择过牌，在坦牌中庄位的这手九十，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进行翻后游戏的手牌。大量的翻牌可以让他击中两头买顺。在这里三位玩家都没有什么优秀的击中，那么面对两家的 check， 我们的 Ricky Moore 中对九是可以选择在这里考虑做一个下注，一个七万到八万的小额下注应该就可以为他收下底池。啊，他选择谨慎的继续过牌，那这张合牌的六是给了我们破坏一个顺子，那这里选择下注十二万。那这个时候我们的 Ricky Moore 在这里选择跟注就显得不太的合适，因为在转牌几家示弱的情况下，自己打的话可以带到七牌率，也可以明确自己的牌力定位，那么合牌可能对手会直接选择一个过牌让自己看一下免费的摊牌。在合牌出了六并没有提高自己牌力的情况下，面对一个对手的架注，这里只能与下自己抓鸡的牌力。他依然在思考对手范围里面投机的组合。已经超过一分钟的思考时间。就在思考，选择盖牌，
我们依然是泡沫圈阶段。来自瑞典的 Robert Blink 是以135个前注保持领先。我们的 Paul Farr 是拿到了70个前注209万的积分牌，排在第二名。同样来自马来西亚的 Chom Tong Siu 是有60个前注。这场比赛是只有前四名玩家可以进入到奖励圈，而第四名的玩家是可以保底获得400多万港币的奖金。注意这里的单位是港币，不是美金。也不是韩币，虽然这场比赛是在韩国济州岛开打，但我们的买入都是以港币买入。啊，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手番前小骷髅的对撞，一个激进的玩家就贴了，面对前置位的一个加注，他选择谨慎的跟注，并没有去 overplay 自己手上的 A 圈。对手在前置位选择过牌，他在 miss 的情况下也是选择过牌。对手下了一个125000的注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合牌的一张 A 一张圈，合牌的一张 A 一张 K 都能为他实现反超，而合牌的一张9是可以为两位玩家实现一个 chop。他选择跟注，牌大是吗？啊，这张 A 是的确是帮助我们的直铁拉实现了反超，并且他是在有利的位置。啊，过牌之后 showdown 赢下了这个地池。啊，有人会说为什么这里不打，这里他在合牌的下注很难 value 到比他小的牌，在合牌出了 A 的盖帽之后，对手比 A 小的对子是很难去支付他的。啊，击中 A 的话踢脚10勾8比他小的这些都有击中，那么他只能 value 到的是一手 A9，比较太小概率了，直接选择 showdown 就可以了。这是一个标准。